喂，哟呵，可以呀、啊。我，来，大哥教你扣篮啊！我给你罚球线起跳扣篮，来啊！喂，大哥，你头要进去了，大哥。大哥的黄色篮球也太烂了吧！这个我可以扣哎。我觉得这里好像空空的耶，先看他身上好了。哎，嘿，哎，哟，啥意思？只能干洗。西服还不错，全干洗。这鞋子是谁脱的？他是干洗了吧？啊？他口吐白沫哎。那白沫身上身上，打开衣服，打开衣服，打开衣服，大哥。等一下，你的鼻子一向是很灵。我闻闻看。你闻闻这个白沫，哇，真闻到。我闻闻看。什么牌子的？你先帮我把眼睛遮起来。什么牌子的牙膏？感觉像给他做人工呼吸。他已经不用闻了，他肯定是味道。哪里？会是一股很大消毒水的味道。不对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马桶一般正常不会是这样子的。感觉有那个漂白粉的味道。我觉得它很有可能是它在这个马桶里面加了什么东西，然后这个水摁出来之后，这个味道让它中毒。哎，对，里面有东西耶。有什么？哎，有。有这什么？堵堵的。它是马桶堵上了。我知道了，所以说就是他一定要不对不对，那个卫生纸里是的，他一定要让马桶堵上，他故意把马桶堵死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水出来之后就不会冲不下去，冲不下去，然后这个味有可能是这个味道让产生一些化学反应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嗅觉的杀人手法咯。不对，你看这里有一个香，这里面的味道还挺对，刚刚里面就是很多消毒的味道。这个香也怪怪的，会不会香、啊？为什么这个消毒水跟我的牙膏的味道一模一样？不是，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古代有一种熏香的，把它熏昏，或者让它用闻的。也有可能是这个消毒水跟这个香产生一产生了一体。你来一下。嗯我们去里面，大哥，你先不要看那个啦，你过来一下，这个我很早就想开了。他是人体解剖师。这是心脏，这个是。那这是什么？啊！已经哭了。Oh my god！ Sorry。下面还充电，真不知道你买的这么不接。他是毫不起眼小诊所外科医生助理和刀疤，他是一个刀外科的医生。不要吵了，我已经把他牙塞掉了。这个就是心脏，心脏。这个是心脏，这个是肺，这是脊髓吧？不是，这应该全部都是五脏六腑的东西，都是。这是肝。可以拿涮火锅的，这些都是可以。我还想说什么毛毛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会不会动啊？假的吧？你像红的。哦，眼睛，不好意思。里面有没有东西？呀，可以呀。已经对他免疫了。下面，啊，下面有一个箱子，有钥匙。不是，我们要把它放，好，把它给拿出来，放在这里。这个真的。里面看看，哇靠！它里面，我天啊！这是什么？大哥、三哥，他的房间里面有锅铲子哎。
上面，而且上面有土，你看。超越了你，拼怎么拼 ？WC。好。没有，是我终于超越了。大过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请离开现场。我终于超越了你。的拼音的头是什么 ？W G Y C Y L L N N。我终于超越了你。这个，我终于超越了你的头拼音是什么？我终于超越了。超越了你，超越了你。这个，时间到，请离开现场。走了，大哥。大哥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打不开那个电脑，我在他房间。不是。超越了你是要先确定他超越了你。他超越的人是白白啊。白白。嗯。因为他的有一个传单上面，他后来变成第一名了。但是我们就要知道，可能比如说百台的销售额之类的。没有，你看他房间被我弄成这样，我根本什么都没找到。